开始了，准备阿紫。啊？准备啊？你没准备啊？对。一星速通没牌面，没办法呀。最后一次了。这次是正式开始破路破记录了是吗？啊，破路了。Okay. 来了来了来了。赶紧破完睡觉，多大点事儿。见证历史。还是学姐好啊。你别掉啊，你敢掉我过去锤你。不可能掉的同学。啊，你们的遥远的幻想箱。幻想箱啊。你想箱。啊，幻想箱。王。新宝岛。你大号在哪？我把你大号缝。我已经进来了。等待其他玩家。马上这个车是什么？这个车给人长得好像。来，你们都进来了吧？来了。跳，到我这里来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卡某，来走。走了。我听说外面在里边有那个什么超感。超感在里面，确实在里面，确实在里面。死了。去一个超感，好，来了。哎，我被上面堵住了。感恩者，良心，认。哦，进来，进了。OK， 去不去 ？How much？ How much？ 三十。还行，开局不堵，稍微堵了一下。对，当时也被什么挪逆的踩伤。挪逆。作为全场最黑的男人，我这个人物应该是最黑的吧？你有我黑吗？我是正宗黑鬼。像你这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超市，我就进超市我就问，我说老板，你们这儿啊，一共有几个人啊？那个我想买点东西，我要那个。我看后边。等着那个。认，当心，准备要就位了。打完了，基本。好，那边跑，往那边靠一点吧。靠一点。1分36秒。走，下来，看我娴熟的身法。也好，然后有炮台，榴弹发射器，有炮台吗？说他一个自动，炮台也好。哎呀，瞄了，下面这个是铁丝网，我直接开了。我去，时潮来袭，等一下，我出去说几句广告语。各位，优衣库打折了，快来抢！够了，你拿吧，拿了直接的话贴在网上，对人家卡你会用吗？ Okay, 我知道。优衣库打折啦！年度打折！来了！干就完了，我这边是一关，我这边完全就是一条爆头线，无脑就哒。有进来的，怎么还有往外爬的呢？你这爆头线卡了。有人爬，有一个僵尸爬进来之后，他又爬出去了。牛来了，什么鬼啊？有牛，我听到了。发现情况，我听到了，跑路了。干嘛呀？你这个刀工头，在后面炸飞了。好的，来。再见。哟，我天！你这个大光头，吴克同志，我们是一家的，你不要这么抓我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个炸弹给我炸了个硬直！哎呦，又来！特殊武器直接用。我们是没弹药了，差不多了，没了。我没弹药了，我才用特殊武器的。你应该提前用。我那个 RPG 还没用呢。我440发子弹全部扫完。哦，我这边应该是3把飞弹。我已经杀了409只了！我操，我是你们的3倍！啊、我傻了呀！我是你们的2倍到3倍，我说。也能不说话吗？啊，我们这不是什么分工都不同吗？你说个屁啊！127，这个样子让我很难做呀。作为副枪手，
腹腔和输出只有我的一半不到，我傻了。哎呀，乖宝宝又要逃票逃地铁了，有点为于心不忍。哎呦，哇，我被射了三枪啊！哦，这个女丧尸我着实心动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学姐心动。真的个屁人！丢丢丢丢丢，直接丢！你妈呀，我要没了呀！我去，你有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听不到。值了，大哥。好了 ，OK。妈，好难受，我操！老板，看完。不一下了，不一下。Can you drive this thing？ 来和他这个聊天。哎，比方，我们到时候看一下。楼上，咱去楼上。不上楼。来了。哎，哥们。哎，你们怎么也上来了？那我们去对面。幸亏是咱转人转得快，哎，就一个吗？另外这还有个，我听见左边有那个大动静了，借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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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借过拿。这谁呀？哎呦我操！拿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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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到了啊！我们去交付。他从下边上去，我从下边过来。你是不是之前忘拿了？擦肩而过。哎呀，怎么又在我？都在楼上，都在楼上。哇，有点远，讲道理，这波有脸有点黑。去远的那个，去远的那个，去远的那个，去远的那个。这个近的这个特别远。我把。特别远，这个特别远。适应一下。就特别远了。哎呀，我去那，重开吧，重开吧，这。这个很近，这个很近。没事没事，还可以。这个最近的，这个最近的，这个最近的。下去下去下去，都下楼下楼下楼，该走了。走走走走，进车厢。不，现在已经慢了。祥子，你知道现在多少了吗？六分多钟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毒气刀。爆头，爆头。哎呀，你又绿了，重新开一局吧。六分多少？你说，你先说。现在啊，六分三十二啊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这是没办法，刷的有点远。不然比之前都慢了。我们要遇一局好的 RNG 啊，本来就纯来这个挑战的，好不容易到现在的话。我们要弄到那种最好的 RNG 嘛，就退吧，退一趟。哎，这一波着实脸黑，节奏乱了耶。嗯嗯，有一波就是我们俩上楼，回头一看你们俩回来了，我们俩赶紧就转头就跑。嗯，对，没有想到你们俩上楼了，差不多十秒钟。啊。那也算我报警错了吧，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去楼上。鬼知道你们跟我一起去楼上了，走错路了。也算是我报警错了，报警没报清楚，我没看见一个在楼下的，我以为都在楼上。苏通没有计时器吗？计时器在那个，在后台，他这边捕捉是窗口，所以没有计时器，没有录进去。没有计时器录出来，他要录个全屏的话，他就录得进去的。但是有把弹幕里也录进去。你现在是在直播？我是开了两个录制的，我开了两个录制的，害怕，我开了两个录制。OK。跳跳跳跳跳！来准备。完了，我这人物没选对。一走。咱俩。我的李自强都没了。你们两个变成一个黑发妹。变性了。我的技能不会丢吧？黑发妹，哎，跑的还挺快。一样的。借过。借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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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过。他们跑得快。身手敏捷啊！OK，OK， 太快了。阿东，我丢啊！谁丢啊？清江是啊。绕直接。走，进门。里面走。37秒。在门口守着就行，不需要再往外面站太多。你看这家伙居然带着这个水杯和这个的大池中。
野外求生必备呀、啊。登舰套、啊，人家白领阶级的好吗？这个人物小背景是白领。确实挺快，他人物技能是什么？他没有人物技能、啊。那边机枪拿一下。没有人物技能的。你什么技能还是什么技能？哟，左边来僵尸了。我护左边，我护左边。去拿，我去拿。僵尸准备过去了。干嘛呀你啊？你们两个，哇！不要因为我是个浇花就要过来联系我。哎，你好骚啊！哦，真的是，然后死变态，滚开了。特感那边有只特感，没了吧 ？OK。小心啊！这里边有个东西，死了，算了算了，不管，不管个屁，我弹药，不管我没了呀，自动炮台，我到位了，我去把做那个炮台给架了，有没有炮台呀、啊？有一个 ，OK， 好，自动炮台，拿个特殊武器、啊，特殊武器还是需要，出去散弹枪有，自动炮台架好了，高压电网。这边怎么还有一个？高压电网用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各位，优衣库打折，年度大节，买一送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这里有你喜欢的 5.56、7.62 RPG SUV， 看你喜欢哪个，我们量身定做。我发现他们根本现在都摸不到我们的窗户。哎，那怎么着火了？我们好像触发了什么东西？着火了。喂，那边为什么火了？我操！对哦，那边为什么火了？那边为什么火了？孙哥，为什么着火了？那边触发了什么东西是吗？我去，绿了！后边有那个什么东西，我听见动静了。来亲我来。干嘛呀？都大家都是女生。你别扑啊！别扑啊！好肉啊！汽车好像被人打炸了，刚刚。哇，我傻了、我把炮台补充一下弹药。炸，直接炸。好的，3分16秒。我好难受，我没弹药，打得一干二净了。哎，我也没弹药了，300次，不用上去补，不用上去补，回来。不用上去补，来，走。我这边还有弹药，别怕。就算怎么就惨了呀，就算不到50。哇，凯迪拉克，我也想要。啊！喂，你干嘛？哎，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丧尸啊？喂，不知道啊。随机刷的这个。他随机刷的嘛，这个就 RNG。流浪的丧尸，哎呀，刚好我们一个进站逃，一个出站逃。Sounds like the nutcase is seriously packing。成功变成一个坏孩子。Nice， 特别快。我这边火力是给够的，我丢的雷也够，三颗，一点大家都没了。以防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在下面看着，在下面看着。我们统一在楼上的啊 ，OK。随机应变吧，你们看右边的，我们看左边的，都在右边，好吧？哎，走，我们去楼上，我们去楼上的，走。走。这次刷的很好吧？运气不错，这好像挺快的，挺快的吗？快吗？我们这有点远，有点小远。为什么在这里边？我的天啊，跑路了。把那边那个拿了，拿了，小心交付了再说。我们这边已经拿到了，开始往回赶。他们也拿到了。我老是走错路，这个房间我还是不是很熟。哎，带了两个，看再刷栏，再刷栏。我们到了。可以。交付。我去了。我帮你看着点。保我一下。不行，这边有个丧尸，我清一下。保我一下。你在哪儿？我去了。好，我在一楼。蛮牛冲撞，我被撞了。
我带，我车，带出来，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我车上进，我车上进。OK。5分58秒，哈哈哈哈。可以呀、啊。What？哎哎哎哎，你别上头啊你。<笑>我还真的就上头了。 干嘛呀你动静不小，是啊，流氓，跳跳，哎，这个运气不错，这个，嗯，运气真的好，抓的地方太好了，就希望后面不会出失误吧，啊，老地方，加载是不算时间的。 第二关是比方主跟彩桑，然后周芷主跟我。OK， nice， 就比方跟彩桑收一边的钥匙嘛，就这样。嗯，好的，明白。哇，现在这个叫什么？第一关打完了，成绩这么好，要说点骚话吗？啊，行。你好骚。你想听什么样的骚话，小哥哥？哎，比如说你为什么喜欢你们学校的学姐？什么？啊？<笑> 你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致命啊！啊，直接问死了啊！啊，问死了！你在说些什么东西？我，纯情小男孩，啊，学姐啊，如果听到这句话了啊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啊！啊，我这么纯情的小男孩，长这么大，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，看一眼女孩子都会脸红。 要路上碰到一个好看的小姐姐，你们说你们听人言否？这是人话吗？啊，你认为我们人民警察会相信你吗？啊，我也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主角村夫。开开开开，详细开，走走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 哒哒哒哒！哇天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上来了一个人。那边好像是。听着动静了，应该是有什么仆人的。哇，里面一个怪都没有。有啊！哎，喵的，都在打我，谁他喵的没有怪？谁他喵的没有怪？这是没有。开开关了啊！<笑>需要一下，清理一下。刚才我没顾你。开了，走走走。你们两个守正面的啊！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。我进房间守的。 哎，后面有一个古天乐。好，我看到了，开关开。好的，还没死。搬搬搬，开了开了开了。相信你开了没？开门了，开门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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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来了。进门，到了20都已经8分多钟了，现在7分33秒，我去。哎，中武器。我 没有，找一个移动炮架。我来开啊，小姐，我把这个拿了。有枪手在脑子。干嘛呀你这个臭流氓！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又偷偷在后面扒我。哎呀，没有移动炮架呀！哎，这儿应该有移动炮架。 果然这儿有移动炮架，快快快快快！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后门炸药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没有。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。上面有用，直接清上面，这是大有用处。好，帮我补一下位啊！来了，老铁，来了！嚯嚯嚯！ 手榴弹，我去拿手榴弹。我去。这边是几波来着？2波。那小伙子身手挺不错的。一开始是2波的，挺少的。一开始。好，没弹药，回去补个弹药。2波，2波。哎，这还有一个自动炮台，在房子里的。着火了。那挺好。放在楼下吧，在楼下。去那边装。 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先别装。好好好。
噔噔噔噔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我来？长得帅。你说你们听听这是人话吗？ Okay. 长得帅。补一下状态。走啦，上楼了啊！你们都要给我火起来啊！累了累了，你火了，着火了。哎，在这等着了。彩色的血线有点那个危险，要不要我帮你摸屁股啊？要不要我摸一下彩色的屁股？别补个血。别！哇！刚才谁摸了一手彩色的屁股？我看到了。哎，你看这家伙就这点出息，我天！哎，嫉妒了是吧？啊，哎，有人摸踩咱屁股，你嫉妒了啊 ？As we can， 又有人扑的，我去，没事没事，扑个屁呀、啊！就瞄就是你瞄的，哎呀呀呀！看看什么叫跟他们一比，这才叫痴汉、啊，我们简直就是，你拿吧，我们下楼，我们正义的化身。哎呀，现在好卡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卡。嗯，老天保佑你，都别掉线了啊！好，我按，大家开找。找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哎，找到了，快出去！帮我清一下。好。我去那儿有个古天乐。走了。谁呀、啊！我天、啊，这么远喷我一口！下去！恶心心！快下去！咱俩都被喷了，我被人吐吐沫了。我去，好卡！哇！咚！在楼上。往下走。我们继续去一楼找了。找这个，阿直找。我帮你清。没有。我去，我被提了。我找到了。你们保安踩伤。我被提了。叫他踩伤。Nice。死了。你们都在门口守着啊。然后这个血量，等会注意把我踩伤啊。然后我给你奶一口。奶吧，没事，我这会才刚跑过来。直接走。好，走，欢迎各位来到天降大富翁游戏。今日我们的游戏是天降丧尸，希望各位玩得愉快。哎呀，谁他妈的从后面？哎呀，死你妈塞，打僵尸嘛！哎呀，不然把你 S 打了。哎呦，暴力！比较难的这一关就是表面兄弟的一关，考验友情的一关。暴力的一批，借过。哎，没事，咱都跑上来了，还行，都上来。Very nice。你关，我们在这里守。OK， 走。没怎么打丧尸，我就。咱接下去。啊，走。快跑！哇，这僵尸可还行？有点卡呀，我去！哎，太卡！为什么一步一卡呀？你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放顶上吗？自动炮台。哎，你颜值都比我低了，我操！哎，为什么你还是卡？我操！好魔幻！帮你们清点僵尸，上去装，我太卡。炮台放这一关吗？炮台放二楼了。放。好的。都放二楼。OK。二楼炮台一放，我们就专打一楼的。等一下，我没子弹了，我去换个子弹。小崽子吗？还有一个，也放二楼吗？无所谓。二楼是那个手动机枪。哦不，这是手动机枪。Fire the hole。放这儿。你等攒一攒吧，等攒一攒你再扔嘞。
听着什么动静？精英啊！和平精英。OK。我稀饭。看需不需要补弹药？我上去。又来了。在左边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！我要把你们清一下这里的。绞肉机。哎，五千道你来了。小黄人。第三步啊，嗯，保存完了，手榴弹，我这边还有一发 RPG， 虽然现在卡得我头晕，但是我必须得打，打死，卡得我头晕，我 surprise， 不行啊，这 RPG 在这种环境下感觉用处不是很大，不如我不如轰这边，感觉这边如果轰的话，收益会大一点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守这里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好马去。15分，我操！18秒，我操！你妈这成绩比我们打过最好的，四个人就是不一样。好了，四个会玩的就是不一样。玩呀，啊，所以就不一样。爽的，至少比打牌那个好。打牌就打牌吧，打不动 FPS。最后一关不要这么卡。老天保佑你最后一关不要掉，掉下你就人力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真就炸了，我敢说。哇，我现在好害怕掉线。我也害怕，我也害，我不怕，我没掉过。哎，手指准备。我打之前。一会儿你们学校的宿管阿姨把这边的网给你们剪了，我。不要，抱着宿管阿姨。说，我们宿管阿姨这边天津人都比较喜欢听，女性都比较喜欢听她叫姐姐，上到80岁老母，下到10几岁小孩，你见面你要是喊说小姐姐，哎，还好，你要说哎那个姐姐那个，你要喊小孩，你要喊哎妮子，喊奶奶，不如你喊声奶奶，不如喊声姐，你要喊上奶奶是啊，干嘛？你要喊声姐姐，哎，这小伙子嘴真甜。不行，天津人是这个样子的。踩伤双侠和周子，这次不是双侠，这次只有我单我一个翔西。啊，还有观众，还有一个水友，会玩的水友，就这样就记住人家了。打个比方，哎，他们都没记住我的呀，我好惨，我操！啊，他打了个比方，各位水友打了个比方就过来破记录了。哇，我翔西好惨一男的。为什么这么慢？难道有人掉了吗？我在彩章直播间混迹这么多年，他们只知道双侠跟周子，就不知道我，就是因为我没拿做好视频吗 ？Apex 英雄，我做别人的视频，我做的挺起劲的，我做自己的视频好，跳跳跳跳跳，往前面走 ，OK， 这，哇，怎么又要月票啊？我不想再逃票了。干嘛？我看到美军，哇靠！我被扑了，没事，要被扑是好事。不耽误。为什么他会躺在地上装死呢？快走！这里其实没有太大必要补弹药，不过先让我过，没事。强迫症表示这个弹药不补很难受。Found a tunnel between the trains. Nothing like tight spaces for fighting Zeke. 这个能拿出去发吗？哎，这里有个，快点把彩章。哎，你看这边又没有刷怪，抓了一个。哎，这个成绩是最好的。嗯，刷一个特的。这个成绩几乎是好，到时候以我为主。环境啊，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？那个特感已经盯着彩章的屁股了，还好我枪手不快。前面大哥 ，All the lies， 详细这个 lies。刚才不是想回头帮你们打两枪，然后发现后面有人在顶我，
想窥视我的 S。 我去开啊，我去开，我先要去开。去找东西，枪，这边有机枪，还有炮台。OK， 来了，这边有两把突击散弹枪，你们可以拿过来捡。那边的，那边上面还有机枪，这一关东西很好。注定破纪录。我看到这上面有个那个什么，自动炮台。机枪谁来操作？谁来操作一下机枪？把炮台叫起来。杨鑫，你上去操控机枪吧。嗯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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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春运了，机枪拿着，机枪拿着，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又开饭，开饭的嘞，你嘞，哈哈，是他妈开饭，你们甚至别想摸到我面前栏杆，看到这个栏杆了吗？啊，我，救救我啊，我的 S 有人拿我 S， 哦，看到了，啥呀？没到血，先说，你提前说。帮我稍微看两眼啊，我掉血了，我就没说啊。都帮你清了，都帮你清。没事，清完了。你好帅啊，小黄！我去拿了一个特杆，来，哎，我打不到，瞄的这个古天乐上去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被挠了，我被挠了。哎呀，我去！救救我！古天乐，他自己射到我枪口上了。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。枪打枪。他自己到我枪口上送了。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操！嚯嚯嚯！我倒了！哎哎哎哎啊！你怎么那个东西炸了呀？我被毒倒了！我操！哎，没事，撤！别怕，别怕，救起来，救起来！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！没事，没事。我把弹药补充一下。弹药不足，他们上去了，稍微有点架不住。我先把正面清一下，你们上面小心自己的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前面已经没有了，帮他们清一下。二楼没有了，二楼没有了。二楼没有了，清完了，清完了，清完了，你们下来。清完了，第三波，我们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哎呀，我算好打血，我操，你妈难受死了。我居然被毒倒了。千万别站黄线啊！千万别站黄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们开啊！我们要开了。按呢，快快快快快！那儿集合，那儿集合。要站在黄线后面。干嘛呀，你这个人，你没有手了还想来摸我便宜？你忘了你那个手怎么来了吗？走，怎么没的吗？啊！严重，臭不要脸！臭不要脸！哎呦，你这个，全都在掉帧，全程掉帧，但是我也在。说实话，我也在掉帧。我挺流畅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是可能是我这边1060吧。周子掉帧情有可原的。谁跑慢了啊？我瞄了，我这瞄全部卡成的马赛克，不能吧？我这1050都没啥事儿。踩上1080，你太跟开玩笑似的，我操！傻了呀！1080有问题。你看你们程序员，哇！刚才咱们俩相信咱们俩配合非常完美，你左我右，叭叭叭，怎么了？感觉跟。仿佛跟电影桥段一样，别打这个东西啊，打了就没了啊。完了完了，我觉得这局没了，太棒了，不敢。我没有手雷，死了死了死了！你妈呀！我操！我好难受。彩蛋还特别卡，彩蛋卡的问题，他跑慢了。太卡了，彩蛋！我操，你怎么那么卡呀？我傻了呀！你要不卡，估计能更快一些。出来没这么卡了，出来没这么卡了。出来，我电脑帧数感觉变低了，还挺明显的。我操，你反而不卡了，那合着你电脑是场子越细致越不卡是吧？越粗糙反而越卡，怎么跟一般人反着来的？我操！对，1080你太劲儿不行，我操，任性的才是型号的。自己有自己小脾气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反正我们跟上了，我们先到海岸集合，我们先到海岸集合。OK， 我正好来按啊。现在我就，顶在这里吧。我这边也开始掉了。快快快！我们就干其他事儿。但是我的显卡温度也不高。干其他事儿。好像开始少了啊。好肉啊！我的天。
OK OK， 没问题。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刚刚被按在地上摩擦。你妈呀，我难受的。正面来了，正面来了。抛下电话，在这里安营。哇、哦！我看后边，我看后边。我就在这里了。哇，你干嘛干嘛干嘛，别挠我了别挠我了，我回去给你烧香。你说你要什么牌子的纸钱我都烧给你好不好，别挠我了。封闭牌子。回来来了第二波来了啊。这儿来了两个古天乐。真的是一直追着我挠，不要一点脸。完了臭流氓。人家可是女角色。好，第二开了。我得跑，不然我会死在那儿。还好这边安了个电网，这个电网是特别有用的。这个电网安的好啊。什么东西？我听着动静了，好好叫。哦，第三波没什么危险。鲨鱼砍杀！你去把那边那个什么轰炸给开了，我去换。迫击炮。迫击炮，还有一个，是迫击炮还是迫击炮呢？迫击炮，那不是被逼迫的迫吗？我矮摆，白击炮啊！我语文真好。这是从哪儿打的？也看不见。海三打两枪啊！嗷嗷叫的！我靠！你叫什么呢？你叫啊？我这边都开始瞬移了，我靠！你们回来吧，最后一波了。好的，拿点药。我们是不是要回去了？回去了，回去，回来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我敢说，这能到25分钟。我拿彩桑，我拿彩桑的一根头发做保险。我劝你几年是？彩桑那没，哎，你看那边没数过多的头发。这人怎么直接横着趴下来了？像个呆皮一样的。哇，大哥你脸着地你不疼吗？来准备，我看着我都显疼。大型跳楼现场。掉，准备上到了啊。上守住。 OK 25分。哇靠，耶、yeah! 47秒，牛逼！哎呦，拍的我肚皮疼。谁有比方？哎，打个比方，鼓个掌！哎，牛逼！哎呀，应该是第一次和这个观众互动，哎，拿这个多人的世界纪录，这一次算作是成功了。虽然第一个家伙没带动，那个实在是把周芷都给坑哭了，带不动，实在带不动。啊，我是哎，咱们俩。行吧，怎么叫坑哭了？你说了算，好啊，你说了算，本来就坑哭了，你就差一点哭了，好吧？哎，我知道你有偶像包袱，但在我这儿，你有偶像包袱，你就先放。你不是被困哭的吗？